咱若采访在线的主持人，伊吼时间的关系呢，互我着简单来讲一下，苦海浮沉，平漂袂稳定，烦嚣烦顶，心心难安宁。人生如行风尘，梦中叮咛，啊，一岁以后呢，化为灰烬。所以讲，咱若知影讲人生本来是一个苦海嘛。哦，咱观世音菩萨甲咱讲来讲，人生就亲像苦海，咱伫这个苦海当中呢，而且浮浮沉沉，无咱感觉讲人生是快乐的业手，可能无人感觉讲人生是快乐的。我妈妈常咧甲我讲，做人实在艰苦，做人真正是艰苦。啊，咱要安怎伫这做人的艰苦过程当中？你安怎去离苦得乐？这是上个重要的啦。哦，知影做人艰苦，你搁唔知影要去找脱离艰苦的方法，那是上戆的啦。安尼，所以呢，伊讲烦嚣的环境，心心难安。而这个环境世间呢，其实咱的心跟咱的心，拢袂去安稳伫迄个所在啦。每天为着，人家讲讲为着家庭也好啦，为着出路也好啦，为着事业也好啦，伫遐即操烦烦恼痛苦，每天就是拢为着即个操烦痛苦而已，啊，拢无法度去找着咱真心要过的所在。所以真心如镜，方便梦中镜。人家讲讲真心，真像一张梦啊，梦切拢。变成空嘛，哦，所以伫这人生过程当中，咱爱有迄个体悟，有迄个感悟。我要安怎用这短短一百年的时间，换来后盖一万空八百年的养生？这才是上重要的呢。如果你若无用这个短短一百年的时间，哦。换后盖啊，一万空八百年会享受就对啦。哪会无采咱一世人来做啦？哦，其实咱一世要来做人无简单，你爱甲家己拍一个抱啊一个。哦，其实有当时啊，咱去甲体会，咱去甲体会，其实一世人。要来做人无简单，为虾米讲无简单？若毋是咱前世人做了偌好的善事、好事，即世人你要来做人诶，真正无简单。哦，啊，即世人要来做人无简单，更加无简单，搁会当来求道，迄才是上无简单诶。所以过去咧，迄个。提醒讲，哦，伊遐讲，三世若无修，无法度求道；五世若无修，你要来坐车听道呢，嘛无可能。所以咱来去了解讲，其实咱已经有几啊世做了，做些善因、善事、善果，即世才会当来求道。那无的话，道亲有先要甲你讲。一百岁以后呢，拢化为灰灰烬了。就一百年，咱若往生呢，拢去流年啊，是新年啊，不会出来就是一红年啦。哦，那安尼真心敢有价值？咱来去思考，咱来去想好个。你真心要行的路是伫底？所以讲世事求平，心怀看平行，因果报应。西河和公瑾，创造顶受前庭，今年新年，何方不闻主必者行？哦，世事求平讲，这个求平就亲像棋局，大家看讲，世事如棋局局新啦。哦，所以呢，先摆看平行讲，好，也是看咱的平行，歹也是看咱的平行。哦，啊，看你要哪伫这个世事当中去安排，去
你打算，拢是你家己做决定。因果报应殊何无讲尽？哦，因果这个物件来讲，昔日因，今日果。昔日因，今日果，就讲过去咱做了做的因啊，今仔日咱所承受的果，所以咱今仔日呢，咱唔免去怨叹别人，唔免去怨叹环境，唔免去怨叹周遭的，迄拢是咱过去世所做来的，就是咱即世所你拄着的代志呢，你爱去承受，就亲像讲咱。来讲讲，你即世你爱自作自受，因为你即世呢，就是你前世人家己写的剧本。哦，即世你所承受的，就是你前世人家己写的剧本。下来即世，你家己做男主角、女主角伫咧演。哦，来大家讲，甲听好清楚。即世，你所遭受的，你所遭遇的，哦，不管你参啥有车、无囝、白囝，就是你前世人家己写的剧本，你摕来即世咧搬，安尼有了解无？所以因果报应这丝毫拢无讲究。也袂差错，所以才讲祸福无分，自己造成。哦，祸福无门啊，为人自招啦。咱即世所遇到的，不管是福报也好，灾祸也好，拢是咱家己去造成来。所以，你道德经较讲呢。大德无亲，天德无亲。大德无亲，穷义贤人。讲这个道是无私心的，是公平，就是像咱咧称呼讲天公是上界公平，伊日头照来，不管是好人歹人，伊拢同款去甲伊照射。伊不伊伊袂分讲哦，这个较歹心的，我日头就照唔到；啊，这个较好心的，我日头拢照得到。伊袂安尼嘛。天公是上界公平，伊照来普照着咱这个万物，咱这个人事物，伊拢一视同仁。但是有一点，常无善人，就是讲你若常不是常常去做善事，讲好话，存好心，天公就会较疼爱着你啦。那无的话，咱时常讲一句话：天公疼无人，对不对？天公敢是疼无人？啊，无人所做的代志，是毋是拢是安尼帮助人无回报？诚虚心、诚付出，无咧求回报的，迄叫做善人嘛。所以天公疼无人，就是安尼嘛。三无世界都变化，修道的心唔通变化。了观消业清净常开化，广播真理给人听。讲三无世界呢，咱这个世界咧变化足紧，都变化足紧的。但是呢，咱修道的心唔通受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，咱的心爱调好听。今仔日。咱修道爱真好真，因为咱修道有讲过，道真、理真、天真，是
像早朝咱各位祖先甲咱讲的，有道心道呢，若百岁年老，身躯一定是软的。这就互咱证明讲，道真理真天命真。若无话，一般若无求道呢，袂身躯可能袂软啦，哦，身躯可能袂软。所以这就是对咱道上个殊胜、上个尊贵的印证。了完消业，心情较快活。因为有当时啊咧，咱伫即个因果报应当中个，每一个人拢有业力，哦，每一个人拢有业力。啊，每一个人业力可能拢无同款，但是你要安怎消你个业力？上解实在就讲，咱来闻堂听道理，嘛讲经，嘛咧消业，嘛咱来闻堂做工课，你嘛是咧了完，嘛是咧消业。那咧，咱较会当达到清净，天分思念解用咱，天分思念解用咱运命，就讲咱每一个人的运命咧变怎解？有当时啊，人爱讲落土变异命，哦，落土变异命。所以咧，若要来修因学道，咱无法度去改变了咱的运命。所以善用智慧信道行，建功立德好名声，尽力做上天知影。所以伫这修行学道的过程当中咧，只要你用心做咧，上天拢知影，哦，上天拢知影。所以有时间的关系哦，我咱就过来去听一下。